那一般这个光路呢，你把它点起来之后呢，就调前面这个静电了，能看到啊、哦？你看啊、哦，它画面一般的故障都是全是这样子，上下会偏，上下会偏，就是因为它前后的静电呢没对上去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调好了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白底。那这时候差不多调好了，你就可以用补丁把它粘住了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但是这个过程你一定要保证你的散热哈，一定要有风扇吹到这灯泡跟光路哈。来，我先粘一下胶水先。那现在这个光路呢，就基本调好了。啊，调好之后它就是这样子。啊。能看得懂吗？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关掉啊，把这个灯关掉啊，让它继续散热啊。这个散热先不要停了。这个时候啊，不要急着去钻上盖，因为上盖它有弹片，你压下去的时候它可能是会跑的。不要急着钻哈，里面的胶水就先放着啊，缓一缓，去外面看看风景也好啊，再回来钻啊。